欢迎所有16岁到20岁的青少年进来要上网去投下你对于未来第一票。在这2个议题上，让我们呢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我们的线上投票，另外一个呢我们在11月15号那一天在全国18个县市有超过30个投票点，你可以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实体投票点去进行实体投票，或者呢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的区间，周间呢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在学校发起我们的校园投票日。那也欢迎各位同学可以带你的学校去投票。好的，基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全国青少年投票日的活力推动团，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全国青少年投票日，在这投票呢16到20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投票哦。现在我们手中准备了库卡，上面有我们的投票日的那个QR code，在礼拜一的9点开始，你就可以那个刷QR code，直接线上投票。那请各位同学锁定看起来16到20岁的年轻人，欢迎16岁到20岁
参与我们的全国青少年投票季。在这边也只有呼吁说，我们在这次的今年选举听到很多候选人都纷纷表达说，年轻人可能支持他，可是都是空气票。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想象说，我们的这个投票权益应该更往下扎根，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个公共事务？那投票权绝对是他们进入公民社会的第一张门票，这个门票比任何政策的买票或是任何的一个公共议题讨论都更直接。所以我想，尤其台湾现在已经全世界最后一个还在维持20岁投票年龄的国家，所以这个时间已经非常的急迫。那尤其我们立法院现在已经有2个提案跟国民两党都有这样的修宪案，准备要下修投票年龄，可惜呢就卡在我们的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就是我们的马总统，他认为现在社会还没有共识。所以为了要让马总统看到我们台湾青少年他们的意见，所以我们办了这样的一个全国青少年投票日。那最重要是说，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发动这个行动之后，很多的青少年都纷纷用他们的创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比如我手上所看到这个设计的这个贴纸、悠游卡贴，还有后面大家看到的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创意的这一些设计，事实上就是他们用他们的自己的创意跟想法来告诉大人，不要再小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或是他们把他们视为是空气票。最重要的是，我们呼吁所有全国150万16到20岁的将来未来4年的手头族青少年，不要放弃这次的机会，马上就来上我们18vote.org.tw 的网站。明天开始就是我们线上投票的起跑，那你也可以上网再查我们有哪些就近可以投票点，可以实体投票，绝对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我们的心声，让我们的政府单位了解修宪这件事情，下修投票年龄不能够再等，不能再延迟了，因为这个是攸关我们未来的最重要的一个权益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边呼吁大家，明天开始就上我们网站来做这样的线上投票，谢谢。